吧，上班累了吧，你上那边休息一会儿，我做饭去。老公，给我切点水果呗。哎，好，马上。起来吃点水果吧，饭马上就好啊。兄弟，怎么了？伟哥，我公司裁员。我下岗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工作的事儿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先上哥家来，哥给你想办法。对了，兄弟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你家楼下呢，哥。在楼下呢？你在楼下也不上来，赶紧上来。我跟你嫂子在楼上等你啊。先别吃了，给你说个事儿。我有个好兄弟，他下岗了，我想让他来咱家住两天，想问问你的意见。没事，老公，既然是你的好兄弟，你也没有意见，他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招待。来了，兄弟，快往里坐，进里面坐下。来，兄弟，坐着。媳妇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子，这是我最好的兄弟。从小一起玩到大的。你好，伟东，经常听你哥提起你，这回既然来了，就在这儿多待两天。兄弟，你嫂子人没得说，来到这儿就当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啊，兄弟。哥，嫂子，谢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这么热情招待我。兄弟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就给你做饭，让你嫂子陪你聊聊天。伟东，吃橘子呀。媳妇儿，伟东，饭好了，过来吃饭。伟东，哥的手艺没退步吧？是啊，当初啊，就因为你哥的手艺，我才爱上他的。伟东啊，你可得加油啊！你俩先聊着，我去把碗刷了。老公，我也去帮你。快手。媳妇儿，这点活我来吧，你去坐那歇会儿。谢谢你啊，老公，爱你啊。喂，张总，客户马上就到了，我到家楼下接你。行。媳妇儿，公司那头来电话了。让回一趟，有点事儿，下午就不能陪你了。行，老公，早点回来啊。兄弟，哥公司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有什么需要啊，就跟你嫂子说，啊。知道了，哥。帮你。
快手。嫂子，我帮你啊。你干什么，吕东？嫂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嫂子手真香，我哥真他妈有福气，真是好吃不如脚，好玩不如嫂子，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办了。董事长，你先喝点水吧，你都连续工作六个小时了。谢谢你啊，秦姐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董事长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嫂子，我哥有没有短袖啊？我短袖咋了？行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，赶紧换一下吧。哎，对了，伟东，你还上厕所不？你不上厕所，我洗个澡。啊，嫂子。我不去，你洗吧。洗澡去了，他是不是暗示我？不行。快手。洗澡去了，他是不是暗示我？不行。Hey boy, come on, baby.快手。
静，好玩。这是我办的你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想让你跟着我。伟栋，你还他妈是人吗？我可是你嫂子。嫂子，我劝你从了我，因为我手机里边有你所有的裸照。快手，嫂子，我劝你从了我，因为我手机里边有你所有的裸照，而且啊。我还备份了两份，这要是让我哥知道，他还能要你？你那个畜生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要钱，要工作，要女人，我他妈不想好，谁也别想好。嫂子，我希望你马上守好现场，我哥马上就回来了，证据在这里哦。我回来了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啊，老公。老婆，想我了没？啊，想你了。那个，你弟弟他什么时候走啊？要不然让他上你公司上班得了。行，媳妇儿，你都开口了，明天就让他上我公司上班。今天怎么感觉不开心呢？这么的吧，你想吃啥？今天咱们出去吃，吃啥都行。哎呀，哥回来啦！哎呀，老弟，明天呢，我公司正好缺人，明天上我公司上班去吧。哥，就当你这句话呢，以后老弟肯定为你公司立下汗马功劳。行了，不多说了，哥相信你。今天咱们出去吃个团圆饭。快手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、啊，老弟，今天嫂子身体可能不太舒服，这么的，哥陪你，来，干杯。老弟，你先喝着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快手，魏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想拥有他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你就是个丧心病狂的无赖！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信不信我告诉你哥？想想，他只是咱俩的事儿，他还能要你吗？兄弟，媳妇儿，我再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哥，咱都自家人，来，今天不醉不归。老弟，哥今天真不能陪你喝了，
哥公司啊，一会儿还要签个合同。哥，合同那事儿不还有我嫂子呢吗？老公，喝吧，没事儿，合同事还有我呢。兄弟，既然嫂子这么说了，那咱俩今天不醉不归。快手。兄弟，既然嫂子这么说了，那咱俩今天不醉不归。计划去做，你懂。哥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啊，我送嫂子签合同去。喂，老妈，房间已经看好，321按计划行。卫东，你太卑鄙了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饭丢箱里了，快手。张总，哎呦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别着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你昨晚跟谁在这住的呀？现在各大媒体在报你的不雅之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现在所有记者都在楼下等着你呢。还有？还有什么？快说。现在所有的代理商和经销商全部都要和咱们解约呢，他怀疑你的人品有问题。这样，你先出去等我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就下楼。好的，董事长。哎，这董事长怎么这么久没出来呢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出来了！上车。哎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可有这几天，董事长，对于昨天您出轨的问题，我能采访一下您吗？对于昨天出轨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对呀、啊，你妻子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出轨呢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据我们了解，您可是咱们本市的模范丈夫。就是啊，就是啊。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你老婆吗？给我们解释一下，给我们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
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是我个人隐私，无权向你们回答，请你们让一下，我有事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等一下，董事长。快手。董事长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犯下的错误，也不能让别人买单吗？这明明就是有人陷害你，不能让小人得志啊！别说了，这张卡里呢，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去，给咱们所有的工人分一下。咱们公司可能面临要破产。董事长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不用管我，我一定为我的错误买单。我相信你，你是清白的。亲爱的，我看是时候和他摊牌了。见你一面，你应该知道我在哪。大哥，这一山也容不了二虎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？我他妈做事还用你教吗？快手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那你也得装得像一点啊！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爬着出去，你要不然就别怪我无情无义。我陪你俩演会儿戏，你俩还真当真了？
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，看俩能嚣张多久。就凭你还给我哥打电话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。跟你讲，他找你哥，他哥知道你是谁呀、啊？来，张总。来，杨，你快来公司吧。你再不来公司，你的妹妹、妹夫都要把我开除了。什么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行，你快点。今天呢，你要能把他哥找了，我就从这里爬出去。既然你们这么想爬出去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哎，董事长，实在对不起，你俩干啥呢？赶紧给董事长道歉。哥，我错了。什么？你真是董事长？能不能看我哥的面子上，给我俩一次机会？您不用顾及我的感受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。行，留一句话就行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顺便奉劝你俩一句话：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人转。还有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笑穷人穿破衣，不要狗眼看人低。董事长，您说的真有道理啊！你俩记住了，我呢就不跟你俩一般见识了。但是，我这秘书也不能白挨打呀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董事长，我错了，董事长。行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俩了，赶紧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相信我能理解，是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今天我就走了。成长的路上有几程曲折，我以汗水浇灌梦想花朵，任凭谁冷眼嘲我或轻我，都会风起云淡一笑而